我觉得这个人是不错，外部的，可是我会邀请其他金融公司可能一个半年，如果真的半年就提升到合作的，可是也是个外部并比我们内部更强。我们的 concept 就是我们常常跟我们的经理好，我们的 HR 好，你请的人一定要比你，不要比你弱的，就是说如果你的盒子是这个 size， 你是这个盒子，那这一个人他也贯彻这个理念，他请的人又比他白，他要比这个人接受比他喜欢的人。